集了，我们要预祝你一定会成功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说几句话。哎，生日快乐是怎么回事啊？没，还没阿北搞哦，阿北搞哦，对对对对，是你生日吧？哈，先跟大家再一次的感谢，说几句话。谢谢大家，有很多没有见过的新朋友。好，谢谢，乖乖乖听话哈，赶快去买100张啊！谢谢港都的朋友很热情，然后专辑正式发行以后呢，在高雄还会有正式的签唱会，我可以现场再多加唱一首《萤火虫》给大家听。哦，非常好哦，那我们大家起就学那个 Super Junior 来跳舞了哈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下次考题要加这一题了。好，非常好。那同时我们要感谢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包括梦时代的工作人员。对。那么也谢谢大家多多的支持，以及玫瑰唱片 7-Eleven 的工作人员，也谢谢大家，应该的。那么最重要的是呢，再次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歌迷朋友。大家想要拍照对不对？最后5秒钟，请摆最美丽的 pose 来。5、4、3、2、1，谢谢所有歌迷朋友，再次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往对面楼梯，谢谢，往对面楼梯，拜拜。再次感谢大家。